话不多说，音乐开场，首先有请第一组飞行音乐合伙人表演，让我们欢迎孙坚、硬糖少女、303、陈卓璇，有请。哇哦，在下正是山川剑殷温岚之子殷沛。倘若他要追上来的话，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我对孙坚的认识，可能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演员，好像有点名气。你叫什么？跟我走，以后都跟着我。孙坚其实是一个大家一提到都会觉得，哎，名字或者是脸都挺熟的演员。其实演员来唱歌的话，往往会带来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。那我相信天赐的声音，这个舞台上也一定会非常欢迎这种多元化的、丰富的声音。陈卓璇她是硬糖少女的成员吧，在创造营的节目里头表现得很好，更早的时候参加过2016年的超级女声。陈卓璇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素质非常不错的新生代女歌手，但是她好像始终欠缺一点属于自己独特的辨识度。我知道你很能唱啊。没有，我看过你的那个节目。我看过你节目。创造营吗？对啊。那你有没有给我撑过腰？如果我要给你撑过腰的话，我估计你就出不了道。那我好像听说过你是什么避雷针。这个事情，哎呦，我也特别想当人家那种他喜欢谁谁就会出道。也好，有一个筛选机能。我身边的朋友有几位都是歌手，他们都跟我说过，歌手的舞台上站在那儿的时候和演员演戏完全不是一样的感受。我想了嘛，我一辈子也不可能有开演唱会的机会，好不容易有一个专业的这种舞台，我就来试一试。我对自己的唱功 KTV 里面的那种能喊能唱型，一路上我听到别人在试唱都是啊还转呢，又唱又跳的，我自己心里想，我怎么胆儿这么大。我现在对我的要求是别出舞台事故，别拖人家陈卓璇的后腿。不会啊，我希望他们更直接一点，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更清楚更直接的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以后我才可以进步得更快嘛。
VP 感又增加了。好稳，好稳，好稳。这是命吗？这是命吗？这次我们放弃抵抗，哪怕拥抱在身上，化下深深的伤。只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，哪怕是最后画面，我的世界因为谢谢。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卓璇还有瞬间唱歌，然后卓璇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稳、很有唱功的一个女孩子。因为我觉得你确实是有这个能力，能够以 solo 的方式站在舞台上，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新生代，请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